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。那近期以来这个大盘呢、就是在区间震荡整理啊。昨天呢、上下震荡220点，今天的话哦，完全一样哦，并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哈。那当然这个投资人呢、当时候的话从底部啊，哦这个16000点啊、那开始买股票。好，这个大盘呢、经过这个4000点的一个大涨哈，我相信这个趋势啊，如果抓得到了哈，那已经连续涨了4个月了哈。这4个月里面哦，大基耶、小基耶，啊，大基都有起啦，啊，少的大概就涨1倍啊，多的话可能会涨到2倍、3倍哈。那但是这个都过去哈，你要回到现实面，现在该怎么样来操作，啊，你才能够延续之前。啊，那种赚钱的感觉哈，那之前的话叫顺势操作，今嘛叫做什么？好，架钢箍啊。现在要想赚钱的话，就要拿出功夫啊。第一个选股的功力嘛，第二个看准以后再出手嘛，第三个买底部会喷的。好，其实我在节目里面都讲很多了啊。那我今天的话，大概节目的内容我会稍微的讲的更详细一点。好，今天讲的。我们未来验证，今天讲的来验证从前严老师跟大家讲的哈，来注意到哈，今天的成交量还是维持在4700多亿的哈，那早盘的一个下跌153点这个地方的话，好，就是这个地方有卖压，卖压出来之后补量，好，这个地方就形成有一些股票啊，可能就要去做出个停损了哈，等你停损结束之后。啊，这个大盘又开始上涨了67点，啊，从所谓的下跌153点到67点，这个地方你自己算一下，刚刚好220点哈，跟昨天这根 K 棒一样，上下大概就是维持在220点，啊，那今天的话一样，啊，所以说目前为止的话，底部的一个支撑大概在19000点，高档上面的一个压力啊，它是维持在。20000大概是0100点左右了哈。那这个地方该怎么赚钱？你有没有对策？啊，如果你有对策的话，我恭喜你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没有对策，那你每天都很烦嘛。反正股票今天买下去，明天可能就跌了。啊，今天跌的股票，明天就涨上去了。啊，反正呢，我跟你讲，涨的股票一定不是你手中有的啦。啊，如果说你有长期追踪老师节目的。我这个已经讲很久了，金融股有没有？今天的台企银、国票金啊，带动嘛，把这个金融股今天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嘛。我也没跟你讲说电子股在休息，贵买指数小型股在横盘整理，有没有？对吧？啊，所以说类股轮动嘛，资金的话会轮到什么金融类股嘛？我说你不参加投顾也没关系嘛。你看节目一定要有收获嘛，那就是买金融嘛，啊、哦，除了台企银、国票金，啊，对不对？国泰金要不要注意一下？开发金要不要注意一下？都可以买，反正电子股没有涨，这个资金就跑到这边来，啊、哦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啊。台股里面其实你看得透、看得懂的话，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惊奇啦哈。那未来该怎么做？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啊！我先讲啊，操作的话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非常有耐心。好，严老师从前啊，笑脸的细尊啊，没啥耐心啊。啊，反正我东西看到了、做到了，我就是一定要看到什么效果。好，但是年纪大了，啊，这个想法改变了。啊，我们眼睛呢、看得比较远，眼光看得比较远了，啊，懂得布局了。啊，这个就是说，少年的时阵，年轻力盛嘛，啊，跟现在啊成熟了，啊，做事情的一个方法跟逻辑啊，啊，都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哈、啊。那我今天的话，还是要恭喜我们的单股会员哈、啊。那为什么要恭喜我们的单股会员？好、啊，我跟你讲的不是涨停板啊，我跟你讲的是获利入袋。
我们今天单股会员，今天有一档股票，好，那做到一个获利入袋，好，现在这档股票你都很熟啦，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的操作，下次的操作我就不会在节目里面公布了哈。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档股票，来，这档股票，单股会员手中有的，叫做达兴材料，代号是5234，好，低档去买的，今天正式的先卖一趟，好，定价147.5元啊，都卖得到，啊，卖出啊。这两个动作要做哈，好，回收资金，获利了结，来导播拉近。你看到的是一个数字，这个数字对你有没有帮助？啊，有帮助，你没有看错，老师也没写错，我们也不会跟你吹牛。32%是什么样的概念？一根涨停板，两根涨停板，三根涨停板，叮咚叮咚叮咚。三根涨停板，你才能够赚到32%，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获利，这是现在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啊，已经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老师想请问你，单股会员，你加入老师的会员，一档股票你赚了三根涨停板以上，今天老师帮你做到一个获利了结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这是一个分析师应该尽的义务啦，我也不会跟你拿手机那边晃，对不对？还跟你讲说他不会吹牛，讲不会吹牛的人最会吹牛啦，这个叫真实的获利啊。为什么说他是真实的获利？会员等级，会员等级，单股会员是人数最多的，我的简讯是公开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什么黄贴纸、sound pass 啊、tape 都没啦。你都看得到的啦，这个股票我今天敢公开跟你讲，就代表说我们是诚实操作啊，过去的啊，我们今天做得很漂亮啊，卖出去一档股票有三根涨停板，总比你那边3%5%，哈哈，对不对？那么轻来轻去啊，太羞慢啦，我们手中还是有其他的股票啦，我随便卖掉的话大概也是像这档股票一样啊。我今天只是把这档股票拿出来跟大家讲，什么叫做真实的操作，这个很重要嘛，哦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我们今天的话会开放给大家啊，第一个持股见证，你手中的股票啊，也许对不对很强嘛，那我不会叫你卖；你手中的股票很弱，我会跟你讲，你反弹到什么地方，你应该要做一个动作，啊。那你手中的资金，听清楚啊，全数的保留起来，保留起来干什么？我们要看准以后再出手，哪一档股票由我来通知你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个电视机前面有这个 QR code， 你能够扫的你赶快扫，我今天就开放给你扫了，扫进去以后，麻烦你留个言，啊，我要做持股见证 ，OK， 啊，我要下一档标股 ，OK， 好。我们完全的，对不对？会支持大家，就像林老师支持我的会员嘛。达兴材料今天卖掉了，啊，三根涨停板，钱也放口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今天还是要公布一些强势股了啊。这一档股票讲很久了哈，有人在问说，老师你有没有？我有啊，我今天也打开跟你验证好不好？啊，它叫做尼德科操纵。哎，老师这个名字很熟啊，他之前叫操纵啊，对吧？之前做散热的嘛，叫操纵嘛，后来改了一个名字，对不对？前面多一个尼啦，叫尼德科操纵啊，哦，这个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些改名，改个美败，哦，改个好 Kitting 啦，哦，这个风水哈，哦，对不对？可能有请大师看过，哎，之前操纵这两个字，对不对？好像。不是很顺啊，前面加个尼德科，啊，啊就对不对？就出来啊，出来啊，哦，该问他啦，啊，人啊有时候不顺嘛，就跑去改名字啊，哎，这个股票，哦，对不对？没有涨停板，改了名字，哎，他就出现涨停板了，不错，哦，这个老板哦，对不对？很厉害，可能是懂风水的啦哈，一根涨停板啊，来，这根涨停板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什么？拭目以待。
哦，因为你看到这根涨停板，你想要做嘛？那你后面又来一根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那会不会出现三只啊？啊，今天刚刚好三只啊，三只啦，都要二啦，来，早上一开盘就直接亮灯啦，啊，早上一开盘就亮灯，我没有叫你去追哦，我先讲哦，今天收盘价190块哦，啊，对不对？我的会员，单股会员，今天收盘价189.5，你有没有赚钱？你有没有赚钱啊？应该是有哦，应该是有哦。你不要说老师啊，这种股价创新高啊，一支两支三支啊，我做你的会员，我无赚钱。你有买，你一定有赚钱啦，你别跟我骗啦。你有买的就一定有赚啦，这创新高还赚不到钱啦，最近赚钱啊很困难啦，是不是？我一大早不是秀了这个达新材料吗？对不对？赚钱放口袋了。这个也赚钱嘛，没有错吧？哦，两只的哈，啊，第三只嘞，来，这个好你看就好了。来，九阳，老师，你有没有九阳？我有九阳啊，我有就是有啦，单股会员的，来九阳，啊，有人给他取个名叫九阳神功的，啊，老师，九阳神功是从哪边出来的？你这个武侠小说看太多了啦，金庸写的啦。金庸写的啦，懂不懂啊？有个和尚啊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在做厨房的和尚啦、啊，啊、哦，然后人家偷跑啊，啊、哦，结果掉到这个悬崖里面了，啊、哦，发明了一种神功啊，啊、哦，叫做九阳神功啊，哈、哦，男生练的啦，女生不用练啦，这九阳神功，老师你有没有？我有，我先讲哦，这些淘气机有没有？这一次啊，很多人啊怀疑啊。啊，它未来会不会涨？等涨到第二次的时候啊，哦，大家哈、哦、开始半信半疑。涨到第三次的时候啊，好像全部人都相信它会涨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啊、哦，来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啊，我们单股会员有的啊、哦，今天集合竞价好不好？尾盘啊，来啊，会不会有大户在里面？我这个图给你画得很清楚哦，尾盘集合竞价哦，你也知道不是严老师拉的，我每次都要说明一下，啊、哦，这个我不会干这种事，只有一些大户哦，对不对？超级大户他会干这种事，啊、哦，严老师中规中矩啊，我一定是底部布局啊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会顺着趋势来操作嘛。九阳神功昨天有没有跟你讲啊？你可以先卖一趟，拉回还是有机会。啊，这是今天第三档股票创破断新高，啊，啊，这档股票有人一直在问，我说有时候你不要用问，啊，股票是用做的，不是用问的，你知道不？好不好？不是用问的啦，啊，好，我解释给大家听哦。如果说你是买在潜伏底啊，啊，你甚至说买在这个起涨点。啊，如果说股价创新高、震荡整理，那你会不会怕？你不会怕。好，那如果说你用追价的时候，那你一定会怕，因为最近很多股票都在震荡整理嘛。其实股票操作哦，同样一档股票，有人赚钱，有人赔钱啊。啊、哦，那有人喜欢看基本面嘛？这个技术面是没有问题的，潜伏底哦，有转机哦，基本面更没有问题啊，是不是？二月份的营收啊，哦 ，OK 的，啊、哦，现在很多的股票在营收部分出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股票没有，啊，有没有？未来会不会成为标股？这边可不可以买？可以买，啊，这边呢？啊、哦，其实这一天的话，开盘价、哦，我是觉得开得很低的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买点。啊，你不敢买，我来买哈、哦。我们这个操作一定有证据的，好不好？这操作一定有证据的哈、哦。跟大家示范了这么多档股票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个事实哈、哦。你股票你就是要选对股票嘛，选对的股票，在关键的时候你再进场布局。好，我今天讲一档比较弱的了，好不好？
来，这个旗宏，啊，老师今天打跌停呢，啊，打跌停这个啊，跌停板价是556块钱哈，我还赚钱，啊，你去问我的会员呐，啊，就算股价今天打跌停收在556，我还赚钱，啊，我还赚钱，未来再下来我就要加码了。股票的操作买点很重要，我一直很强调。你买在这边，你当然你会怕嘛？你买在这边，你会怕，你怕什么？你怕什么啦？不用怕啦，今天打跌停板，我都不会怕，啊。操作有没有证据啊？有啊，3月5号，好，你看3月5号亮灯涨停板哦，是吧？3月6号也是亮灯涨停板哦，是不是？你这两根涨停板，你买在这两根涨停板以下，你应该就赚钱了嘛。3月12号创新高，你要卖随时可以卖，啊。那就算今天对不对？老师这个哈拉衰，这个哈，听说哈这个掉单，哦，今天掉单对不对？明天可能啊就不会掉单。有时候这个消息面哦，这传来传去，传到投资人哦，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啊。好，再讲一档股票，来，这档股票很弱是吧？双红嘛，啊，今天收盘价哦，来662块钱。严老师目前为止获利当中，啊，为什么？我买的够低啦，我买的够低呀，你怎么掉都没关系呀，我等你啊，你买高的人就惨了，惨嘛啦，来注意看哦，很重要哦，来这三月的哦，3月6号亮灯涨停哦，一根哦，3月11号再亮灯涨停板哦，3月12号再亮灯涨停板哦，你买了之后连续3根涨停板，你会赔钱吗？你不会赔钱呐，啊，你怎么会赔钱嘛？所以说我们现在操作反而是非常轻松，啊，反而是非常轻松。但是我这边还是要告诉严老师的会员哈，操作不要急，没什么好急的，啊，急吃不了热稀饭，啊，我跟你验证，现在的大盘呢，啊，来，我跟你讲哈，它就在走区间，本身就是个股表现。你有耐心的财富准备重新再分配，你跟上严老师的脚步，啊，我有责任，我有义务，啊，但是我今天的话会开放持股诊断、持股见证，啊，你不要去看这个持股见证好像没有用，那是因为你们看不懂，你们不懂得这个大盘的趋势跟方向，啊，我今天会开放让大家持股见证哈。你有任何问题的，大盘也好，股票也好，个股也好 ，ETF 也好，任何疑难杂症，你今天扫描 QR code 的，你在 LINE 里面直接告诉我，我等一下下节目我亲自回电话给你，啊，这是今天你看节目啊，第一个好康，第二个好康，啊，下一档股票你把钱准备好，我们今天开放让你来登记。未来的标股我们直接来验证，这样子比较快。第一个股票我帮你处理，问题来问我。第一个好康，第二个好康，钱准备好，未来有一档标股先完成登记的，我们日后直接来验证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大盘啊，你不用怕。有人啊跟你讲哦，这个大盘完蛋了，他已经讲了半年的完蛋，自己先完蛋。对不对？严老师还好好的吗？几口补一补一啊，你讲够后悔啊，知道不？哦，不要去被人家骗，啊，那些骗人家的人啊，那智商很低啊，是不是？不要上当，好不好？要来验证标股的哈，今天直接打电话进来，记得电话一定要拨，我就帮得到你。好，打电话进广告。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。
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迟到了。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呢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！这个日本股神啊也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哈，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啊，其实只有三件事情啊，一个是买，一个是卖，啊，另外就是一个等待，等什么？等这个时机，啊，因为这个大盘不可能天天涨，大盘也不会每天跌，啊，有涨有跌。那现在哈，来进入到盘整嘛，之前大盘在底部的时候也是经过盘整嘛，涨了一阵子也是经过盘整嘛。好，然后呢？过年对不对？过完年的嘛，直接跳空，跳空以后也是要盘整，好，但是这个趋势上面并没有改变嘛，所以说加权指数从16000点一路大涨到20000点，那这个地方其实啊，融资余额过大了哈，昨天的话融资余额啊，它是有减少了哈，但减少的幅度不是很大，减少的幅度不是很大，只有减少16亿哈，我希望未来的话，在这个地方震荡整理。融资的幅度能够减少，这个时候大盘还是会持续的往上攻啊，还是会持续的往上攻。你这个时候的话，你未来会验证到严老师的推背图啊，这个东西很玄奇啊，是不是？多方走势嘛。我那时候跟你讲的时候，大概对不对？就在17000点嘛，晃来晃去嘛。哦，我这个指挥棒就跟你指这边嘛。你那时候我这边指上去的时候，你是半信半疑啊。你现在完全相信了，但是你也后悔了，啊，你有买的话大概没有后悔啦，啊，如果说你老是用看的，对不对？用看的，你知道吗？看一看啊，你真的赚不到钱啦，哈，啊，比如说这个对不对？爱马仕科技嘛，看得懂的人就知道说这个地方其实它在整理，看得懂的人就知道说这边形态可能已经结束了，出现补量上攻，这个地方你就要上车了。啊，买的越低的，买底部的，涨上去，你会赚更多。我说你不用卖，哎，真的吗？不用卖啊！现在三根了，你还要卖？持股续报，持股续报。来，今天这档股票又开始动了啊，哦！已经涨了这么多了，啊，为什么它还会再涨？它还没有结束嘛，它在走多头嘛，它还没有走完，对不对？它还没有走完，你叫它对结束了，不可能嘛。我目前为止持股续报哈，这张股票真的很 OK 啊。3月4号亮灯涨停板，3月5号亮灯涨停板，3月6号亮灯涨停板。啊，那有三支啊，你够会输呗？来，你回答我啦。啊，三根涨停板，啪啪啪啪啪的上去，你还会输哦？啊，这种股票还有没有？当然有啊，我这支还没有卖啊，我下一支原钢我就帮你找出来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今天还是要恭喜啦啊、哦！现在赚钱了、哦、不好赚，拍坦呐、啊，
啊，我们的单股会员今天最早一档股票还能够赚三根涨停板，老师还是要恭喜你，好不好？那现在在看节目的哈，那如果说你要验证的，你要赚钱的，想要换股操作的，持股见证的，来，今天不用客气啦，来直接扫描我们 QR code， 好不好？直接扫描我们 QR code 哈，要参与下一档标股的，今天麻烦你直接把电话拨通，名额就是你的哈。电话拨了之后，我们的服务人员啊会全程的辅导你，啊会全程的辅导你，好不好？麻烦你电话一定要拨通，直接来赚钱，直接来验证，严老师非常欢迎，我们明天见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速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